一觉睡醒才9:30了，今天要换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白天太吵了，对面就是一个工厂，噪音太大了。刚起床先来瓶红牛喝上一喝。今天找到一个免费的海景房啊，昨天晚上澡也洗了，头也洗了，衣服也换了啊，今天就在这里住上一住。刚刚进到里面就被赶出来了，刚刚进去就发现里面有个保安了，藏在里面，被保安赶出来了。免费的海景房又住不了了，现在自己去找一个便宜点的临时房吧。这个地方真可以啊，这边天气又不冷，在这里住一晚上也是可以的。现在去找一个便宜的入房，一天40-50块那种，身上没多少钱了。便宜的临时房已经找好了，在网上订的，坐公交车过去，在这边等一下公交车。现在还要换一路公交车，一天没吃饭了，来吃个自助快餐。看一下这个临时房怎么样，大彩电，大床，独立洗手间呢，这种天气就不用开空调了。